带领本场比赛继续坚持自己的足球。在球队零二落后时，这位意大利教头并未选上攻击手，反而在后卫扎帕科斯塔身上漏掉了最后一个换人名额。马丁基恩对萨里的选择表示了不解，2-1可能会疑问为什么不换上自己。我的意思的，当球队两球落后时，萨里却换上了一个后卫，主教练的决定就像是一个信号，但这个信号可能相当愚蠢。反观曼联方面，德格巴再次奉献了出色的发挥，与马丁基恩一同参与节目的阿兰希勒认为索尔斯克外配得上更多赞誉。我们在这里称赞索尔斯克外，他让球员们的脸上又露出笑容，今晚他也让这支球队确立了些东西，比如我们应该这么踢，应该怎么去阻止对手。索尔斯克外在战术方面的安排很棒，只是为他的回来笑容有点太简单了，因为这背后还有很多很多工作，他们实际上很接近成为一支非常优秀的队伍。我认为他们距离竞争冠军只差两三名球员。永远。